我们沈院拓公司与沈院 service 公司热烈欢迎你登上我们豪华大巴，与我们一起踏上微笑之旅。我们的大巴将为您提供热情的服务、顶级的安全标准以及完备的设施，满足您旅途中的以下需求。每辆大客车都通过传感系统来自动开关门。在旅途中，我们公司会提供代位司机和专家人员为您服务。车上布置以确保舒适的旅程，包括各种安全设备的安装，安装高清 LED 电视机、音响系统，以在旅途中可以享受。车内有行李储物柜、灯光系统、免费 WiFi 服务、乘客座椅根据需要可以调整，每个座椅都有安全带。在旅途中，乘客们必须系好安全带。上架的空调系统，车内有两个紧急出口，一是在车后，二是在车顶，请注意出口的标志。提供两块强化玻璃的紧急出口，使用时用水纸打破玻璃，灭火器放在车内，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立即使用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车上都有GPS限速系统，以便监督司机的行为。大型行李存放室，后视镜以便于行车安全。希望沈院拓公司给你一个微笑之旅，请大家配合在车上，不要乱扔垃圾，不要破坏车上的公共设施。谢谢您。